朱丽萍，你个真是，你爹创啥啦？当初是丽萍拄着孙八海，伊的命格就歹去啊，结果拄着你，就注定伊这世人吼拢也歹命啦。什么叫做拄着我，注定这世人我也歹命？无唔对，当初是我唔对，我无有好日子过。啊，不过今麦无同款啊，伊拄着我，伊要开始好命啦。伊都无迄福气谈好命啦，都、就是你要开始来疼惜，伊才随去学车路。我奈愈听愈糊涂啊！啊，无我今麦敢讲爱照三顿甲拍干妈，伊才当回收啊？我嘛唔知啦，我想着就作怨叹的。当初时，我若卖遐尼软心收留孙八海做长工，这个无注意，都害丽萍一世人捡角啊！丽萍当用恶册，命格被迫害啊！我想着就切心，你搁笑会出来？什么丽萍当着恶册啊？丽萍是因为最近要对付江道成，才有去当着，啊，不是较早就卡着啊？你哪有法度讲我四十多年前的恶册遐去啦？搁再讲，恶册敢不是江道成的？敢讲乌车不是江道成的，是朱胜昌的。看你的表情，我知影我摇着了。是讲丽萍伊当着乌车，甲孙八海有啥物关系啊？伊对孙八海这尼啊生气，敢是因为伊甲乌车偷摕去告江道成，还是讲伊是为着要帮助江道成，所以才走去恁厝？把乌车骗出去！哎呦，你莫跟我讲啊啦，这话拢袂使让丽萍听到，要若无后果，搁较严重啊！是的，偌严重？感情也严重了，要治丽萍的命。丽萍，精神啊！你今麦干嘛啦？你感觉吹大了？你的汗还是伤烧，还是头壳疼？丽萍，你认得我无啦？车门啊，做，我是要来甲伊认啦。你昏迷真久啦，啊，拄啊醒起来吼，啊，留一寡气力，免讲话，你倒咧吼，啊，等气较顺啊，再来讲。你来了无？来了无？啊！拄则恁在讲什么？孙北海去厝里偷了乌菜，什么意思啊？是哪里拢无爱老实跟我讲哈？要紧，孙北海，还够孙北海知影事实，我来找伊。你别去找伊啦！你见摆拄到伊吼，拢无好代志，你别去卡着伊啦。安尼，恁就老实甲我讲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是安尼来讲就遐啦。好啦好啦，简单来讲吼，其实迄乌车吼，上早确实是伫咱家啦。啊，恁爸爸安怎摕到乌车，我唔知啦。啊，伊就为着要避免迄乌车会危害世间，伊就甲藏到门后边。啊，结果孙北海表面上哦。是来咱兜做长工，啊，实际上是要偷摕乌钱去江道成啦。啊了后才发生遐尼侪代志，啊，我唔只看到伊哦，就遐尼生气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不过妈应该阁有一寡话保留起来无讲，伊拢无讲到乌钱是哪害丽萍的命格变歹去。我个丽萍伫乌钱这件代志内面，一定嘛是有牵连的。我方比较。讲出孙八海偷摕乌车的代志，即卖丽萍知影的愈来愈侪啊！万一甲姓张的封印解除啊，丽萍的命敢会受到威胁？啊，那也愈来愈害，拢无平静啦！妈，这代志是安怎样？你拢无甲我讲，我根本都唔知代志这严重这大条，你才连爸嘛无讲呢？无甲你讲，就是惊你袂堪一啦。啊！甲你讲了，你着四界去找孙八海报仇，去算账。啊！万一去惊动到江道成，
凡说你就是40年前被黑车害死的头一个牺牲者，信昌有特别交代，都不准讲啦。我这真是想不到，孙伯翰，伊看起看起来都安尼，虽然讲唔是款，啊，不过嘛无亲像是歹人啊。我真正是看不到伊，是气死。哎呦！莫遐尼啊激动啦！你拄精神了，遐已经真低啦，啊头壳会晕晕啊！啊你像安尼气不不咯？万一佫出甚物代志，咱就无啊！呸！囡仔人有耳无嘴，莫胡白讲话啦！紧找医生何事来？家丽萍检查一下，看伤了安怎？家父。你敢真正为遐尼万分感动心？爸，敢讲你搁伫咧怀疑我？你甲金玉弄落去山间以后，你伫真短时间都提出假机票，甚至搁摕着金宝集团几落百亿的合作意向书。那是无人跟你斗相共，这边哪有可能？而且，唯一会跟你斗相共的人，只有江道士。家风啊，咱爸阿囝真无简单，叫一款破心肝讲心内话的机会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所有无在场的证人，是不是江道生替你做的？爸，我真正想无办法才会找伊斗相共的。家父，我真正无办法了，爸。爸，既然今麦咱大拢讲有鬼啊，我今麦总是在公明正大，甲伊切断关系。爸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今麦心全部拢向罗家这边，我绝对尽我全力，袂当让伊伤害咱罗家每一个人。爸爸讲过啊，只要你愿意讲老实话，我绝对相信你。爸，拄则我罗家峰讲的每一个字，拢是老实话，无讲白扯。假使讲我来讲白扯，我绝对死。好，拜我别讲啊。你也能相信我。你做给我看。你现在带我去找心啊，还有金玉妈妈给她回信的。山老板，我陪你去警察局自首。你要面对你所做的错误，这你敢做得到？爸，你现在意思是说要我送你去关啊？青玉跟陈中进两个人现在下落不明的，性质啊，青玉妈妈有香水绝对会帮我刷的。你现在意思是说要我吃醉，我若有这个情况，我后半生人都会乌有去了。爸，我已经对你说老实话了，你小人不肯帮我刷，爱逼我走绝路，你这种做法，甲认定我一生的当道生有啥物共款呐？我袂去。家风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确实有伤害人嘛，对无？爸爸只是爱你面对你家己的良心，后半世人莫有遗憾嘛。袂用的，我袂当去啊！我知我做唔对啊，可是讲真，甲陈中进有啥物三长两短？我会当替伊友好，性质啊，金玉妈妈啊，佮有幽香水，我会当补偿伊呐。你咧讲啥物戆话啊？这毋是补偿的问题吗？金玉，佮中信也是倒来，到时阵你所做的代志拢会互压压开咧。安尼，我是要安怎维护你啊？我是要安怎替你讲话啊？
甘望过去我所受委屈，拢是我应该得到的哦。恁敢有想过？当时，你甲爸爸若发现陈忠志毋是我，我的人生变甲会悲哀。查某，这以后我一定会弥补你啊！我都管你来弥补哪弥补？爽拢是陈忠志的爽，伊利用我得到所有人的爱，吃好、穿好，过了遐尼好，佫娶到一个遐尼爱伊的查某人，用我的痛苦活过来的呢。今摆我为着伊，我爱去用乖，是伊欠我，唔是我欠伊，伊应该欠我的。啊，忠志伊嘛是无辜的啊！我嘛是受害者，谁会当站在我立场？想看卖我的心情是安怎？爸，还是你的嘴你讲唔甘，其实这个心内一直在想，甲你相处三十几年假后生，唔是安尼。你是我亲生后生嘞！那你莫逼我去自首！你唔肯，我去。后生做唔对代志，做爸爸的去退休回事的嘛是应该，而且。我一定会去警察局报案，我要让你因为这件代志得到假释，让你的后半世人会当光明正大做咱老家的子孙，莫活在后悔内面。爸，你不要安尼做，你若安尼做，我后半世人会乌去啊！爸，你袂安尼做啊！爸，我告诉你，你家人真好无啦，你莫冲动啊！我是你真真正正后生罗家峰呢，你莫来对待我好无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才袂当帮你为非三族啊！你还知呢？即摆你所做一切以后拢是爱死的啦！我拢甲你解释啊，拢是你江若星造成的。就是你后壁闭鬼闭怪，把我的弟弟杀掉，我咱爸囝两个人哪会分开遐尼久？家峰讲的嘛无唔对啊。若不是江道生，甲昏迷的忠志送起来，佫挑工，无要甲家峰讲出因两个人真正的心事，家峰嘛袂因为惊失去亲人的爱，惊忠志倒来抢走伊的位置，来做出这款代志。一开始嘛是真可怜。我也袂到家，我来徛在遐。这是我这世人头一届，嘛是上尾一届，甲你求啊！我拜托你，先替我安扛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要证明我大家看，我这个假白罗家峰，不管什么方面，拢比你陈忠志佫较好。至少留一块面子给我，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我嘛是顺你的意，这真正是在害你。你莫阁搞动啊！我袂去找神啊！把所有的代志拢讲出来，你爱我安怎下身的，我拢接受。今仔日我若是无安尼做，我就无资格做你的爸爸啦！爸，爸。爸潘石，潘石，我唔是挑工的啦，潘石啊！小弟，小弟，过你喘气，紧急救护车，赶快送去病院。爸，爸，爸，拢是我唔好，你一定要为着我行落去，我袂当失去你这爸爸。